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今天我要为大家开箱一款最近在萨拉月新推出的一款米酒，叫做 The Royalist 1839 Premium Tour。据说它跟平常的米酒是不一样的哦，它是酿了整整20年的一款米酒。那我们就来期待一下等一下的开箱吧。OK， 其实我拿到这个包装的时候，它就已经是长这个样子的了。它其实外面就是多了一层一个褐色的酒袋，然后有透明的设计，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的看见里面的 release 酒盒大概长什么样子。那我们现在来看酒盒吧。哒哒，这就是我们的酒盒啦。然后主要颜色呢就是以黑和白。那给我的第一印象，我是觉得它很创意，然后简单大气又细心，整个都很有婆罗洲的 feel。这个很明显的呢就是 Ibi Borneo 的 logo， 还有 The Release 的字体设计，以及 Premium Tour Win Tour， 然后是1999。玛雅的战士用的盾牌的图案，意思看一下盒子的上方和下方。还有限量版 Limited Edition 的贴纸，还有这应该是产品的 tagline， 也就是 Modern Look Culture Way， 以及后面一个 Tua 的字体的一个设计，哇，简直就是满满的婆罗洲 feel。 我们就来打开盒子，来看看盒子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。哇，给你们看一下，里面就是长这个样子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小卡片，是 Ibi Borneo 给我们的一个小卡片，它就是一个 Certificate of Limited Edition。 OK， 我来大概朗诵一下。好吧，其实它要表达的就是这一款酒是 Limited Edition， 然后我的这一瓶是71号了，然后还有一些酒的名字的来历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它其实它就是要表达对顾客的一种感恩的心吧。我们现在就先把它取出来，我们的主角终于登场了，这个就是 The Realist 1839的酒瓶啦。哇，蛮好看的耶，酒瓶上一遇到光就会反射的金色字，以及隐约能看到的婆罗洲地图，以及 James Brew 的船吧，好可爱。然后 12% 的酒精， 750ml 的量。我们来看一下瓶盖啊，就是普通的瓶盖，然后以普通的瓶底。其实这款米酒呢是可以搭着食物一起吃的，比如 salad、 poultry、 pasta、 seafood 还有 cheese。 它还说明了最好的饮用方式以及制作这款米酒的使用材料。 OK， 终于到了最重要的环节，我也带来了酒杯，开始开喝啦。然后最重要的还是酒嘛，这个呢我就先放进盒子里，现在我就倒一点点出来在杯子里。我已经闻到味道了，感觉很重的味道。哇，你们看这个颜色，储存越久颜色就越深，这果然是20年的米酒，漂亮。现在是摇酒杯时间，我一定要摇出一个仪式感来。OK， 好，喝吧。哎，真的不骗你哦，真的蛮好喝的耶，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，它有点酸甜，然后有点水果味道的那种米酒。它的甜其实不是超甜的那种，所以我觉得这款呢真的很适合女性。 OK， 今天的开箱视频就要到此结束了。我来总结一下，这款米酒真的很适合女性，或者是那些想要喝酒却不太会喝酒的朋友。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以下链接去找商家来购买吧。记得哦，是限量版，限量版哦。我的已经是第71瓶了，不知道还剩下几瓶，所以不管你心情好心情不好，失恋呢还是谈恋爱，自己买一瓶然后在家喝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所以谢谢大家，拜拜。